每一座大山背后都有一场人间烟火，每一场人间烟火都是落在时代的尘埃，每一幕时代的尘埃都镌刻着岁月的指纹。在这大山深处，云雾袅袅下的民族依然飘渺着那些悠远的故事。南丹县中堡乡位于广西河池市西北部的大山深处，山谷之中一片郁郁葱葱，一行弯弯小路匍匐行在山与山脚间。中堡苗族，依山傍水的古老民族，是南丹县全县唯一一个苗族乡。苗族服饰世代传承，永不忘怀，将一针一线绣进衣冠服饰，以色彩斑斓、装饰纷繁、内涵丰富、耐人寻味而著称于世，因而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书。岑玉英是中堡苗乡九立村的村民，也是村里制作苗族服饰的老手。中堡苗乡的绝大多数妇女农闲之际，便在家里制作苗族服饰。由于苗族服饰制作比较繁琐，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多人联手制作。一大早，女人们早已聚齐在一起，做好分工，紧密配合，他们正在制作腰带和缝制围裙。苗族人善于和自然打交道，他们发现有一种树上的树油渍是画料的最佳材料。首先会在树上挖出一个三角形的洞，历经十几天的沉淀，便返回采集树油渍，带回家里煮后，搭配着牛油煮至融化。这落后那边一个嘛，这不么配么货，在那边一个这落花么弄呢？啊，么这不么配么货，货在那个么里，里那个这么管这扎木线啦，个这落花，个花花花线么管弄啦，花线花清楚啦，怎么那个？怎么一怎么咋昂咋昂那边个这个是裂，这个裂它那边一个裂在这它那边做起来那个毛哈跟好，然后那个毛半年，这个个毛不抓的是有三个数。为了做法方便，旁边往往支起一个小火炉，将熬好的树油渍架在火炉之上，保持恒温状态，防止凝固。苗族女人对药画的花纹谙熟于心，作画前用熬好的树油渍将描绘好的线条涂上，每一次的落笔都怀着对万物的敬畏之心，以及对大自然的原始崇拜，将心中所想所感倾注于这块布纸上。苗绣这部无字天书，以布为纸，以线运色，以针代笔，大胆的配色，夸张生动的图案，对称和谐的纹样，成就了古朴精致又绚丽多彩的苗绣。苗氏从古至今都有以线为饰的习俗，头戴银冠，项饰银圈，身着银衣，手佩银镯，脚套银链，形成了最基本三大特征，以重为美，以大为美，以重为富。别帮干嘛呢，从现在讲呢，从现在判得过呢，
出现的怪的狗那都，都怪的狗在那个里泥满镇，泥满镇的怪的狗在那个里泥窝，泥窝那个里泥的蛋，对哈，泥的蛋在那个里看个垃圾，看个垃圾抱着来了。我那都是平时没念啊，没不急，一定要那个服装个弄啊，我好做要加工啊，都怪的狗啊，泥窝上台啊。别不跟旁把服装的事也弄了，看个拉台，当多台你慢这台，要扎个几台，扎个几台要扎个几台。中华上下五千年，一路仆仆风尘而来，这些经岁月磨砺后的美，镌刻在骨子里的气韵，需要时间的沉淀方能显现。一个民族的发展，以文化传统为基础，一个国家的强大，以文化兴盛为源泉。文化是根，需要创新；文化是脉，需要传承。坚守传统文化之本，弘扬民族文化之魂。